只好请你原谅。你不是没有办法，你是怕我反对你的办法。啊，对。笑话，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？公司都结束了，公司结束也是想做黄金美钞。这谁跟你说的？胡说八道，简直是恶疯。志清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什么事情惹你这么不高兴啊？没什么。你太累了吧？你们公司里真是太忙了。不吃。你跟建如吵嘴了？没有。见了，你好吗？啊，好好。建如在家吗？啊，他在打牌，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叫他听电话呀。好，你等一等啊。哎，胡太太电话。志豪，你去。叫你去吗？你叫志豪去。啊，我正等着发财呢。我他怎么能去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一样。好，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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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胡太太吗？我志豪啊。啊，朱秘书啊，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，我就想问问志清今天在公司是不是跟建如吵嘴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什么？啊？志清被停职了？哦，为什么？公司接？你跟那家伙啰嗦什么？走，给我上楼来。你打电话给他干什么？你扯着脖子喊，不怕妈听见？听见了又怎么样？你看你这个人，自个儿失业了还瞒着不说，难道你能瞒他们一辈子吗？我不愿意让妈知道我失业。哼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我看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，我这个家怎么当得下去呢？一大家子人瞪着眼睛要吃要穿的。妈，什么事儿，陈太太？是不是你们叫的米呀、啊、送来了？又来，又来，送米的来了，去看看去，去看看去。妈，您在抬衣服啊？你们俩在屋里吵什么？没有，没什么。那他怎么说？一大家子瞪着眼睛要吃要穿，又说什么家不当了？他不当叫谁当啊？妈，您别多心，不是为您。那倒是为什么呢？我知道，就是他说了什么，你也不会告诉我的。志清。志清，妈，我去一下，回头就来。去吧。
你到晒太楼去干什么？我叫你这半天，你怎么不过来呀？没什么，刚才我们在这说的话，妈都听见了。日子不好过，家难当。我说的是实话，这个家是难当吗？怎么，妈听见了生气了？没生气，她老人家也是在说物价高啊，家难当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妈就是说了什么你也不会告诉我。哎，米呢？米怎么没拿上来呀？钱不够拿回去了，知道吗？米又涨价了。明天去拿米吧，我看这一次是不会再拿回来的了。始终比那些说人话不干人事专门啃人骨头的坏蛋要强得多了。你从哪来？我想给二表哥找工作，到现在还没找着，不想四庆哥又失业了。刚才我到几家工厂去走了走，想托托朋友们帮帮忙。你瞧这么许多工厂，可有几家在冒烟？这么多人失业，叫我到哪儿去找事呢？四庆哥从前对于钱建如还存着幻想，就是他还拿报纸给他看，还给他做工厂计划，他真是错拿了乌鸦当凤凰。小赵，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呢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没姐姐，没妹妹，又没阔亲戚。四庆哥失业这么久，这一大家子人看怎么过吧。行，我得走。你到哪儿去？还有一个朋友答应我给四庆哥找事的，不晓得怎么样了，我得问问去。妈，我吃牛奶，我吃牛奶。咪咪，快点吃吧，回家上学晚了啊！不吃啊？什么拍拍，烦死了。你干嘛这是啊？你没看我这睡觉吗？睡觉睡觉，净睡觉就有办法了。我没办法，你有办法。不要吵了不要吵了，吵什么呀？走吧走吧，送他上学去吧啊。奶奶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志清把事情丢了心里也烦。谁不烦的？你就委屈点吧。事情找到了没有？给叹气，朋友，来根烟。对不起，这根烟还不能抽。你看，再回首，
告你了，阿珍她真关心你们，现在她到处托人替你们找事情。阿珍真有办法，她的朋友真多，差不多上海所有的工厂她都有朋友，她这样替你奔走也许会有希望。阿珍很热心，你替我谢谢她。现在的事情是真难找啊。人了，春生不会看错人的。钱建如人都变得那么坏，怎么不会变得戴黑眼镜？我说一定是他。好了好了，是他就是他吧。不过今天我要说一句话，二兄弟，你去擦皮鞋怎么不先跟你大哥说一声呢？你们以为我给你们丢了脸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上海的路我要是熟，三轮车我一样的蹬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来到上海这么久，谁给我找过事情？现在大哥的事情也丢了，我们能够坐着吃白饭吗？我想法子给家里赚点钱，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还要怪我？我并不是怪你，我是说你去擦皮鞋怎么偏偏给钱简如看见了呢？给他看见又怎么样？我们又不去求他。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嘛，真到了没办法的时候还是得去求人家。哼，就是饿死我们也不要去求他。大家吃饭去吧。